Vertex 是美国矽谷工程师开发出来的产品，这个产品呢是以专业摄影师创造光线为主导的一个产品，所以呢它可以让专业的人员呢随时来控制它的光线的折角，假如你要柔光的话，没有更大的柔光，更大的角度，可以跟这个板子来比，所以呢你可以打白板的柔光。 也可以打什么样的？可以打硬光，也可以一边白一边亮，所以有层次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决定一部分的光线直接打掉，你可以做比例；你也可以呢一部分反射到墙壁，那一部分打前面，所以它的使用上非常的方便。上面呢还有呢磁铁可以吸附，所以你随时可以拆装。 那它本身呢，适合大部分的机型。传统上摄影上有一个迷思，都以为闪光罩越大越好。但是呢，对于所谓的肥皂壳或肥皂盖来讲，其实它都是一些简单的塑胶或者是布罩。那这一个东西它的反射呢，是你的光线的原汁原味，它不会降低或减少你的色温。它是镜面的时候。 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即使是白面的时候，它都没有吃掉你的任何色温。你在一拍照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影像的层次。当你的颜色被吃掉的时候，你拍出来影像就缺乏层次。这个板子呢是可以自由抽换，你只要说用一段时间，只要你有兴趣，也可以把自己的色片套上去。 那你可以扩大缩小拍照都没有问题，你可以这样来包光，譬如说我现在想包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包一点，它的反光的想法各方面都可以变化。我们第一个动作，你轻轻的把两边卡上来，那在顶就好了，这么轻松，嗯。 这么轻松，好，我们这一张呢，这个光线要从这个墙壁反射，那另外一张呢，要从这个墙壁后面的墙壁反射。那你阴影啊什么，你就会跑掉嘛。OK， 来。那它可以玩的千变万化，不是只有这样，你也可以两个面呢全部都平光来打，或者是有点折角，随便你，就是说你可以来体验。 那这个层次就会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再试一张这样，这个平的，或有点斜，就是说它会让你有层次，你可以来试试看。你传统的那个柔光罩没有办法反映这么多彩多姿的光线的变化。那拍照拍到现在来讲的话，大家都有镜头，都有闪光灯，最大的变化就是打光。所以创造变成是在你的手里面。